有请主持人赵春。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欢迎左岩老师。华谊嘉信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曲伟老师。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老师，欢迎严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我们两个在一起就是急躁，遇到暴躁，在生活中处处都抬杠。我觉得我只是说了两句，但在你的眼里就变成了暴躁。你为什么不能为了我而改变脾气，变得更加包容？我也希望你能不再那么任性，学着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考虑。掌声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小赵，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小赵。小孙，22岁，来自河北学生，有请小孙，有请。欢迎两位啊，高中同学是吧？同级同校同学。哦，同级同校不同班是吧？对。在高中的时候有印象吗？有印象，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高中的时候没有表白一下？就是即将高考的时候，啊，在那么重要的时刻你去表白啊？他一开始也是不同意。那会儿没看上他？对。后来怎么落入他的陷阱里了呢？都是老乡嘛。啊。然后又在一个地方上大学。啊、是同一所大学吗？不是，就离得不太远，就这样阴差阳错走到现在。哇，你用了个阴差阳错，好像不很满意哈。对。今天为什么来啊？在我的想法里，就是男生嘛应该让着女生，但是我感觉他没有。我今天到这儿来，我就是想知道，到底是他应该让着我，还是我应该让着他？这个问题好难答。他一打游戏，然后就带到生活中，影响我的情绪。就比如说吧，打游戏的时候，就是难免遇到坑队友。坑队友，你说你也不能对我吼呀。然后更过分的是，我带我闺蜜，想让你带我们两个上分。你为啥说我们手脑不协调，让我们回家说连连看？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啊！玩游戏嘛，大家一个集体利益，我们都在同一个小队。因为我是个代练，然后也是个陪练，然后我就会去指导他们。那你玩的也相当好啊！啊、还行吧。然后我是为了带你们一起躺赢嘛。到最后说我肯定是十分气愤。你打游戏归打游戏，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你不感觉你这样过分吗？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所以我才会说你的闺蜜。难道你这还不懂吗？我是为了他们的技术变好。你这叫指导吗？你这叫指责。你知道指导跟指责差哪儿了吗？差哪儿了？指导就是心平气和的说，但是他指责他就是大吼大叫的呀。打游戏都投机取巧，干嘛让他带着你们躺着上分啊？自己练。但是我想，如果他女神赵丽颖来了，他肯定不去骂他。赵丽颖来了，我也该骂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她是我的女神，我希望她变得更好、更完美，所以我要去说她，指导她。但是你没想过，一个女生，然后被你这样特别的丢人。而且她是我的闺蜜，她跟我最好。我就觉得特有意思一逻辑啊，我没想明白啊。嗯、我请教一下、嗯。好的。为什么我对你好，我非得骂你呢？我不是去骂，我去指导，就是脾气稍微大了一点。以后温柔一点啊，尤其对女朋友要好。行了，没事了。您别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的兄弟告诉我，女朋友在外面给他戴了绿帽子。我作为一个兄弟嘛，我肯定会看不下去啊。我们俩关系那么铁，然后我就去说了那女生一顿，我感觉没有做错，反而到她那里又说我。这是人机两个之间的问题。你那个哥们儿也说了，他只是怀疑戴了吗？你看着他戴了吗？跟你有啥关系啊？我们俩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我相信他说的话，我就要去帮他说的，能怎么样？认为我是公平的。这是人家两个之间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还去处理别人的问题，你不感觉你管得太宽了吗？我这样做的没有错呀。那你也不能大吼大叫吗？还我大吼大叫？那有一次找你吃饭，你怎么样吼我的？那你也不能上后厨找人家打架去啊。我提醒过服务员，咱们4点钟到的，人家5点钟到的，饭都吃完了，快走了。我4点钟到的，看你看饭长啥样呢？为什么我这么不受公平呢？这世界应该是公平才对的。他也是客户，我也是客户呀。你是找了服务员，找一次不行，你不会找2次？你好好跟人家说呀，你为啥非要大吼大叫的呢？
我大吼大叫是想催一下，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而已，因为我是公正的人。但是你的行为过分，你懂吗？不是你们较那真儿干嘛呀？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再气愤，你是情绪会有切换的，你知道吗？双方父母应该都知道你们谈恋爱，对吧？对。怎么样？他们知道吗？啊，你妈挺愿意的。嗯。啊。他会来事儿呀，他。逢年过节给我妈送个小礼物，周六周日跑我们家给我妈刷刷碗干干啥的，我妈就跟他是一个战线上。你不是挺好吗？但是他在我妈这乖兮兮的，他到我这儿就不是这样的呀。我妈不知道他真实的状态，他真实状态我看小伙子也不错呀。对呀、啊、我也是感觉不错呀，他总是看不惯我呀。但是我就是感觉你不好，你凭啥就吼我呀？我是我妈捧大的。那个是要毕业了吧，应该大学。对，22对吧？对，未来去哪儿啊？准备我现在考了一个教师证，我想着就是毕业了就去我们老家当个教师，然后安安稳稳的。河北哪儿的呀？玉田。哦，你呢？也回老家吗？不是，我都是玩游戏玩比较好，我就是想以后来做游戏主播。天天都想着没用的，你就总想着你一夜暴富然后天马行空的。我怎么一夜暴富了？我认为我游戏挺有前途的。难道你忘了有一次我攒了多久的钱呢？为你买个包包，到时候说剪给我剪了，拿剪刀噼里啪啦给我剪个稀碎，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剪包是我的不对，但是你有错在先。我为啥剪你包？给你打电话有急事找你，打了5-6遍你没接，最后一遍好不容易接了，我话还没说呢，您给我来一句我打游戏呢挂了，然后就挂了，没有下词了。对呀、啊，你有什么急事不能发微信吗？我以前给你发微信是小事儿，你都是两个小时以后回我，但是我有急事儿呀，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呀。你有什么急事儿能啊？我感觉你没有什么急事儿。假如说你在超市去买那个日用品，但是你钱没带够，你没有现金，你微信也没钱，你肯定是找我，然后给你转点钱。但是我也是呀，我想让你给我转点钱呀，你给我了吗？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咱俩现在钱不充裕吗？因为我玩游戏现在没有玩得更好，没当上个主播呢。我认为玩游戏非常有前途，在我的大好年华时间，我打好了游戏，当了一名主播，你也说你成了大家崇拜。而你呢？你有什么想法？我就是想当个老师，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20多岁是女孩最好的年纪，我不想跟你这儿。哎，主持人他是从下午开始，比如没有课都开始打，打到凌晨4-5点，然后再睡一会儿，再爬起来上课，整天是这种状态。不是，你听我说，就你当老师，说20岁好年华当老师去了，天天当老师哦，打对勾打对勾啊，90分60分80分，这有意思吗？而我是拼搏，你明白吗？不，你那也没意思，你知道吧？我是在拼搏，你再拼搏也没意思。你凭什么说人不好啊？咱不要再做职业上面的互相瞧不起和抬杠，没什么。你可以有你的理想，你可以有你的理想，对吧？我问的是你们未来怎么考虑的。你可以当老师啊，你可以当游戏主播，不影响你们结婚吧？但是我就感觉当游戏主播影响我结婚。您说，天天当游戏主播，肯定得天天打游戏吧？然后到最后那是他的工作嘛？对，到最后身体没了，你是要拿这个钱去买药吃吗？我挣的钱不一定有多少呢，以后为了你们而着想的。但是你没想过，你这个游戏它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有，比如说你现在20多岁，然后你到40了，你还有这精力，你还有这时间吗？这你就不知道，你也没问过我的理想，到时候我有钱会开公司的，你知道吗？哎，谁玩游戏啊？你是开代打公司吗？我真的主任就是抬杠，你们想想这怎么办吧？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性格上都有点小较真儿，对吧？想结婚吗？你想结婚吗？我肯定是想的呀。是想跟他结婚吗？那肯定是想跟他结。你想结婚吗？我想。你是想跟他结婚吗？是。所以我说没什么大事儿嘛，你们还吵什么呢？但是我不愿意。那你不是想娶她呀？我是想娶她。那你啥意思呀？那我会比如说有一些空闲时间我会看着，但是哦，就是你一个人做游戏主播，对，是这意思吧？她留在老家是吧？对，就是你打累了的时候你回家充电去看她是吧？可以这么说吗？她为什么不能陪着你呢？就比如说我平时打一场游戏吧，在比如说玩游戏，她说哎你把那拿来，那拿来我等会儿，哎你把那拿来快点呢，我等会儿，你有完没完啊？就知道玩，他这样跟我说。你们把这件事儿想清楚了，孩子啊。过去叫玩游戏，未来你是把它当职业的。打游戏作为一个职业太痛苦了。你玩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你变成钱的时候，就真想做钱的转变的时候会非常痛苦。你想，如果你未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对吧？我相信他不会再打扰你，因为那是你在工作，对不对？
跟玩又不一样，所以你都没想清楚，你们俩在这乱抬胡杠，你知道吗？但是现在我玩游戏也是挣钱呀，但是他还是在只能说我闯祸呢。挣钱不代表是职业，因为你没在乎我呀，所以我被你闹。行吧，别吵了，你们今天来到底是要干嘛呀？就是到底是要解决抬杠的问题，抬杠解决不了，把你们俩拆开了就解决了，对吧？我不想拆开啊，又不想拆开，那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看你们俩其实也挺愉快的，都抬成这样了，你说你还要嫁他，他说他要娶你，那你们要干嘛呢？虽然是抬杠归抬杠，但是心是在上面，比如结婚了还是天天这样过日子，我感觉到最后也许真的很有可能还会因为一些琐事。听明白了，最后知道了，两个人都想在家里做老大嘛，抬杠的目的不就是我是正确的，听我的吗？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好不好，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觉得你俩特般配，你们俩性格上非常的协调，但男生有一个问题，你逮谁跟谁发脾气，逮谁骂谁啊，还想骂赵丽颖。你问过赵丽颖的意见吗？而且你自己有一个神理论，就是我骂你是为你好，其实你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已。在吃饭的时候跟人家吵架，你刚刚跟我讲了一个词叫公平，孩子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是相对公平的，我们努力的去创造绝对公平的环境，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路上。所以如果你拿着一个公平的理论放在这儿，然后只要是违背你思想观念当中的公平原则就要去骂的话，那这个世界上你要骂的事情太多了。当你的这个骂碰到了另外的那种非常极端的人，他需要用武力去解决的时候，你就又处在另外一种危险当中了。有一个名词叫垃圾人，你如果真的碰到他们，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结果非常的显然。所以人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要懂礼仪懂礼貌懂正确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所有的事情跟你爱的人跟你不爱的人跟陌生的人全部都用骂来解决问题。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是优雅的，当你能控制你的心态的时候你是成功的。而显然你对于对方的距离还太遥远，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一直都在你们这样彼此打打闹闹吵吵闹闹当中和谐的向前发展，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你们已经认同这种相处模式了。事实上而未来的规划没有人会告诉你到底是应该去小城小镇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好，还是去外面选择一份没有结果未知的事业进行挑战更好。两个人都愿意在一起就是更好，所以爱情方面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但性格方面需要调整。祝你们幸福，谢谢。好，谢谢泽爷老师。来，曲总，其实听你们抬杠了这一整场啊，
刚才左岩老师说觉得你们俩特别的般配。也不交一个嘴甜的贼。我说这句话指的是女生，我觉得女生是相对直率的，你应该不是跟
感情，你来做决定吧。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其实说实话嘛，我玩游戏也是为了我的梦想，而我即使是成功了不带你去，也是怕你打扰我，或者是我耽误了你，因为这条路我知道不好走，到最后很有可能一无所有，我不希望你去陪着我那样过日子，我只希望你好好的，还有就是希望你多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不要再吵。我最难过的就是你把别人看得都太重要了，然后你反而忽视了我。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有你，只是你认为没有时间陪你而已。请亮灯吧。谢谢两位啊，请回来，请关门。就最后一段我看的还挺有感触的，你真要去追梦的时候，你就别招惹阻碍你追梦的一些东西，因为人的精力就那么多，当你全心全意去追求的时候，你总会辜负一个人。很多人说我工作和事业能两全，我基本认为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靠谱。为什么不靠谱？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你的时间就那么多，你的精力就那么多，你怎么可能既顾及了这个又顾及了那个呢？所以大家想，你不要说生活当中你可以得到一切和所有，那是不现实的，收起那个贪婪则来，请开门。你要都决定回来了，你就乐呵乐呵吧，生活的别那么你，我决定在一起，那我就意味着我今天为我的决定负责，开开心心的好不好？别那么拧巴，知道你们现在分不掉。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我以后会对你好的。你还为什么总推我呀？来吧。